the second team to perform freestyle routine, World Young Sport Association Singapore.第二场竞赛来自新加坡文阳龙狮运动学会，竞赛的项目是文化气息杨狮城。
自选高端，来自新加坡文洋龙狮运动学会，带给我们的是文化气息杨思成。让我们在座的各位再一次以热烈的掌声来鼓励他们，谢谢他们在这个拼搏的精神上，体育精神可嘉，再一次鼓励的掌声，感谢他们能够一气呵成也完成整个的动作，谢谢他们。Thank you, Team 2, Wen Yang Sport Association Singapore.